怎么没答应我？我去牵你，你都没反抗；我牵你手，你没反抗。难道你不是默认了吗，王梅？江凯，我只要你这个人就可以了，你还要让我怎么说？我今天能来到这个舞台，我就要证明给你看，我是爱你的，我是喜欢你的，王梅。江凯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江凯，我们只是网恋，我工作配不上你，家庭也配不上你，别这么执迷不悟了好吗？王梅，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？我没有。王梅，你把事说明白，既然如果你要是真心想跟他分手，你真觉得不适合，你就让他死了心，你就把这事说出来。我在酒吧做推销酒的。那又怎么样呢？销售人员吗？可是我们这种工作，其实我觉得挺低微的。那你自己看不上自己的工作，那别人还能看得上吗？